好，说到2年前呢，TFBOYS 的三位满脸稚气的少年走进了大家的视线。那如今呢，他们呢已经拥有了千万粉丝的优质偶像。就在前两天呢，三小只是在北京举办了出道2周年的粉丝会。还是欢快的曲风，还是励志的歌词，还是三个活力满满的少年。而如今，他们早已从不谙世事的懵懂男生，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人气偶像。说起 TFBOYS， 简直就是梦想的代名词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歌曲以青春励志为主，更是因为一路走来三小只勇敢追梦的态度。从当初的网络走红，到如今坐拥千万微博粉丝的人气天团，这几位十几岁的少年自身也有着深深的感触。而对于梦想，对于未来，他们更是有着巨大的野心。我相信下一次多少年以后，10年以后，20年以后，我们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开演唱会，开10万人。娱乐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。